我们现在在示范一个狗狗的训练法，就是捕捉法，英文叫 capture training， 这意思就是说，有些动作是狗自己无意间就是自己会做出某些动作，有的狗就是会伸懒腰，我们把这个伸懒腰的动作变成一个捕捉起来，就是我它听命令就会伸懒腰，比如狗会羞羞脸，它去抓痒它的鼻子，啊，我们变成把它的鼻抓鼻子动作训练起来，就是随时叫它做羞羞脸，它就会抓鼻子那个动作。那现在就是，也是一个捕捉方法啊，就是这个狗它自己学会开门，但是我现在诱导它开门看看啊，变成命令式的啊，片长来，片长，片长 ，yes， 有没有？它是不是开门了？对，片长来，片长，我老婆的那个最贵的皮衣被它咬烂，你看到？这一件7000多块人民币被他咬成这样子，就是我没有忘记他，他会开门了，我惨了，真的。还有这个皮草也是进口的。